我成日出外景咧，成日曬噶嘛，成日曬咧，但我又唔想搽太陽油咁油粒粒喎，咁點算好啊？幫到你，嗱，就係呢一隻啦 ，Cosay Sun Cut Pro Defense 嘅出效防護美肌防曬泡沫。咁防曬產品咧，就最緊要揀呢一個 SPF 防曬系數同埋 PA 啦。但除咗呢兩樣之外咧，其實 texture 都好緊要㗎。texture 係點咧？攞手嚟。 哇！呢個 texture 幾得意喎，好似 mousse 咁喎。冇錯啦，呢個就係泡泡狀防曬啦。我知道呢個嘅防曬咧，好多時係好難推得開嘅，不如直接試下擺上面度啦。佢搽落去咧，有少少涼涼地咧，我覺得夏天用好啱咯呢一個，因為咧佢唔似啲平時太陽油嗰只質地啊，立喎呢只完全，覺得佢係 cream 狀，即係少少似嗰啲護膚品嗰啲咧，好 smooth 好滑嘅，即係一推就已經開咗，又好清爽。搽完呢一個防曬啦，咁我平時都要上妝噶嘛，等我試下補粉先。因為有陣時咧，可能搽咗防曬之後再補粉，會經件事好厚粉啊嘛。係喎，但我想講咧，因為個防曬個底好 smooth 嘅，跟住咧我上埋粉之後咧，佢完全唔卡粉嗰啲嚟。冇錯啦，其實呢一個防曬咧喺接觸咗你嘅皮膚之後，就會慢慢融啦，跟住就會形成一個最強嘅防 UV 透薄美肌膜噶啦。Cosay Sun Cut Pro Defense 出效防護美肌防曬泡沫60克裝啊，零售價259蚊，現價變靚價179蚊以下。